您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要不我拿第一名，我厉害。我挺高兴的，因为我觉得做出贡献。对。0.01秒，0.01秒的沉痛感就好了。我们这是很有经验的，从事这个有20多年。他一看就还好，是医护的吧？啊，你是从医的吧？我不是，你是从医啊？哦，那也不错嘛。没事，你不看针头好吧？美女，您跟我说吧。他这个是16号针头，看着是稍微有点粗，它是因为保证全血红细胞在血管里面不会损破。破坏的哦，有点痛啊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好，好了，这样挺好。啊，这两天也被扎习惯了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没有关系的。就手上都是那个扎针很轻的。你现在想对你爸说什么呀？那我就是希望他能再坚持几天。就如果说我这个血浆里面的抗体能够帮到他的话，我真的是希望能够让他快点好起来。走动，走面啊。有什么不舒服马上说。